日前 Sorribada 颁奖礼发出候补名单，2019年末推出专辑的 XO 却未在名单内，有粉丝为此向主办单位提出了疑问。对此主办单位回应表示， XO 因为在候补选定期间有过成员退团问题，因此被排除在候补之外。据悉，在主办方指出的时间段，虽然有成员退团争议，但未发生过成员退团事件。